南洋咖啡馆酒店都饮完，就在 Venice Court Coffee Town。我们先来看看咖啡馆里面有什么好吃好喝的。这个腌制了，然后沾粉，然后拿去给它炸一炸的鸡排，是这里的 Curry Chicken Rice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们还有三杯的选择，有一点点像纳西人嘛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在这里我可以吃到云吞面，而且味道也蛮道地的。但是他们会把云吞拿去炸，吃起来会脆脆酱。炒这的是三杯烧冬，他们的三杯不止带辣还带香呢。Mexican 烧冬真的很下饭，小吃拼盘有薯条、炸云吞和 Chicken Bacon。这里有一杯饮料是你非点不可的，这杯 Signature Mix 会以牛奶做基底，然后加上狗狗粉和咖啡。另外一杯 Gobi Coconut。下面放的是椰子哦，然后这一杯不是普通的果皮冰，因为他们会加上果果粉，真的蛮特别。你去了可以在下面吃好料，楼上的酒店房有四人房的，还会有提供咖啡和游戏，两人房的也很宽敞，厕所也很干净，家庭套房可以睡六个人，还可以给小朋友玩耍，这里真的蛮不错。